俊凯给甲方展示文案，把嘴给我闭上。他不但不听，还提出了无理的条件。郁闷的俊凯掏出手机，用 Chubbs 点了一份骨汤麻辣烫。他发现创作就要像选麻辣烫一样，要自己做主啊。于是拽住了正要离开的甲方。老板正缺一个有主见的艺术总监，于是给他升了职。下一站吃啥？